兄弟啊，你懂狗，你给我看一下我这个金毛怎么样，是不是纯种的？那个哥呀，你这个金毛都不是纯不纯的问题了，我怀疑它是嫁接的。你好啊，美女，那个我想跟你交个朋友。你想都不要想你，我可是有夫之猴。你先别说话，我可以给30万彩礼。你想想，30万能买多少东西啊？30万，那倒也是。行，我跟他离婚，跟你过了。我一不在家你就拆家，不让你拆。哎呀呀呀，狗剩子，做噩梦了吧？啊，做噩梦了，没事没事啊。啊，有我在这呢，没事啊，把眼睛闭上，接着睡，接着睡啊。我跟大伙儿说啊，其实戒烟一点都不难。过去我一天抽10几根，现在一天只抽3根，而且他们都说我精气神好了不少呢，人看着也年轻了，完全看不出来今年32了。书法小妙招，我们新手啊，在练字的时候可以采用这种描红的方式，大家可以看我的下笔姿势，嘿，好，嘿，好，一气呵成，是吧？你看是不是？到最后就拉出来呗，填出来了。来，大公鸡，我抓了只大蚂蚱给你，拿去吃。老头子，你吃什么呢？就是吃什么呢？给我吃，我吃，我吃，你给我站住！知道让给媳妇儿吃了，好样的！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？你在挑拨我后宫关系！你别走，我弄死你！来，干嘛？咱俩磕一下子。谁跟你磕？我是猫。猫怎么地了？我今儿都想磕你，来磕。你疯了？磕一下呢？阿达，脑子不正常吗你？拉呀！那边有个泉，你跟他喝就完了吗？啊，大麻呀！就你叫马大哈呀？来，你过来，过来！你乐嘛？你低点来！我这一下过去不磕你，无愣一下说我输。你别乐了。老弟，哥来救你，谁把你埋这儿了？老弟，我来救你啊！哎呀，你看着点，你是来害我的吧？这里三层外三层的戒备可真够森严的，就这个村子，没点关系还真进不去。老头子，你怎么还在这坐着不动啊？咱俩可都说好了啊，今天该你做饭了，你可别想耍赖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在立刻马上去做饭，咱啥事儿没有，否则你试试。那位打盹的同学。那边睡觉的同学认真听讲，说你的啊，我没事，我精神着呢啊。突发奇想，用了2个小时的时间把我们家狗染成了七彩的，然后他就不停地冲着我叫，好像对他的新造型不太满意啊。狗剩子，今天吃素，这个菜叶给你去吧。那个你最近减肥那一份我帮你吃了啊。那个兄弟，你家俩猫挺有特点啊，他俩平日里也这样吗？这上辈子怕是个洗衣机啊，不滚筒洗衣机啊。哎呦，我脑瓜子后面怎么这么疼啊？哎呦，妈妈，我吃不完了，我给你画道线，来，你把这半块吃了，那半块就别吃了，我要吃这块小的。行，吃吧吃吧，那我吃了，你不能骗我啊。吃吧，妈妈是大人了，怎么可能骗小孩呢？来，先生坐吧，打算剪个什么样的发型？不是，光头你跑这来干嘛来了？光头怎么了？光头我就不能来了？我是个剪头发的，没头发你让我剪什么？抛光打蜡、啊、你要这样说没毛病。网购了一个小玩意儿，特别有意思，放东西上捏一下就会显示出这个东西本来的颜色，使用说明里面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轻易尝试作用在头上，否则容易导致家庭破裂。这啥意思啊？咱们私下里说好了的，都不怎么会，随便跳跳得了。搞了半天，你是专业的，你是出尽了风头啊啊！你让我的脸往哪搁？终于搞清楚为什么鱼缸里面的鱼一天少一条了。看这娴熟的手法，这是个惯犯啊！孩子是越来越黑了，洗也洗不白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这样下去可不行啊！孩子的爸爸要起疑心了。看到这个视频，我充满了担忧啊！你们还让不让人家外国人玩了？我感觉奥运会取消乒乓球这一项，只是时间问题了。弟弟，你做好没有啊？做好了抓紧啊！咱们的宇宙飞船马上就要出发了，哥今天带你去遨游太空。完了，咱妈来了就走不了了。妈妈，你看到没？这些鸡全都怕我，他们全都怕。非得让我学厨子，非得让我学厨子，我不想干厨子，干厨子有啥好的？天天颠倒着破勺子，还有这个破锅，不学了。姨，给你个大红包，拿着。少来这套。哎呦，我早看透你们了，还不都得上交，不属于我的钱我不要。
我问一下子啊，是哪个爱钱道道告诉我说吃席要跟小孩坐一桌的？你们看看啊，你们自己看看，他们除了长得像小孩，他们哪像小孩啊？站住，不许走！说你呢，往哪跑呢？站住，不许走！我警告啊，给我死！这谁的包在这放着？那个，医生，没事，你就敞开了扎，我挺得住。没事，我挺得住。就我们这一代，你们不服不行。哎呦我的妈！怎么才5点多啊？这表示不是出毛病了、啊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先拨到饭点。这吃饭可是大事，可不能耽误。这2天了，怎么也不见到乌龟动弹啊？喂，哥们儿，还活着吗？活着呢。活着都不动弹，都以为你死了呢。二喵子，看枪。丢。哎，你倒是配合一下。好好好，我死了，我投降，行了吧？真是幼稚。你这又换一回去哪儿啊？啊，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，也不想着怎么挣钱，天天就是往外跑，跟你那边狐朋狗友胡吃海塞。30几岁了，连个媳妇也混不上。我瞧不起你。我们家狗上午出去了一趟，中午回来走路就成这样了，咱也不知道他为啥这么高兴，难道是找到他13多年的老父亲了？我去，那有恶犬，我看看。啊，就是我，咋了？不像。你们两个都老老实实的听话啊，让我玩高兴了，咱啥事儿没有。你俩要是不识抬举，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。听到没有？